所有姐姐第一次见面的乘风家宴上，姐姐们带来了家乡菜介绍自己。而在晨风之夜来临前，每位姐姐将自己制作一道拿手菜来组成我们的晨风告别宴。哇，告别，告别，告别宴！大家将各自现场制作，并通过内部试菜会来提前品尝、品鉴菜品。哇，哇塞，食材准备好了。这个美女厨房不行啊，给我拍得很辛苦啊。这饭做的，这个被剪掉啊，剪掉。准备点肉丝再一炒，往里一拌。秘密武器：干贝酱、干辣椒。M 的设计不错哦，不错哦。请吃，上菜喽。请姐姐们前往训练室进行内部菜品品鉴。Hello， 好正式的一个饭局啊！真真真真，哎，ここに座るの？来，让我试一下，看哪个大厨做的菜比较好吃。接下来，姐姐可以从20个姐姐中选择一位进行品尝。选姐姐的菜啊？嗯。我不能看菜啊，我得看人啊。哎，どうしようかな。哎，どうしよう。啊，でも詩人に私の料理食べてもらったことあるから、詩人の料理を食べたい。嗯，哎，我自己，我就不吃自己的了吧。我吃意涵的吧。龚琳娜姐的菜，龚琳娜老师的，我不要吃老公做的，因为我已经吃她的早餐吃到烦了。我想吃卢靖姗姐姐的菜，因为我觉得她看起来就是有常常在做家事啊。我吃 Amber 做的菜吧，因为我感觉她不像是会做菜的。我选知夫的吧。好吧，上菜时间，我先来练一下歌。我要去看的最远的地方，而你手舞足蹈了梦想，像从来没有试过忘受过伤，还相信敢飞就有天空那样。谢谢你，卢靖姗姐姐的菜来了。我是不要拍哦。啊，里面会惊喜是不是？好，我现在眼睛闭起来哈，我不会看哦。哦，是不是那个炒河粉？他不会点的外卖吧？我好期待啊。泡面！你不要告诉我师傅原来是吃泡面的好不好？他也太过分了吧！嗯，真的是没味道啊。But I don't know Ella. And Ella know how to cook this?Yeah. Actually, in Vietnam, this is my favorite food, and my parents cook. And actually, I just talked about my dad about sweet and sour food like a few days ago. Oh, 绝对不是他做的，绝对不可能，因为这个菜太像湖南人做的了。为什么 Amber 会做这个？这是我最爱吃的。他怎么会做一个？我口水出来，它是四川菜哎，麻辣牛肉，这是我最爱吃的菜，我每天我的家里面都有这个菜，很接近我小时候的那个味道，嗯，就会让我想起我爷爷奶奶。我绝对不敢相信这吉娜做的，因为我一打开它的这个辣椒味儿，哇塞，我跟你说，我鸡皮疙瘩都起了，这是我家乡的，喂，那个味道不够好不好？嗯。Selina Hello 对呀啊哎你们上空去啊想不到是我们吧什么东西啊什么鬼 What 王小明阿令哥辛苦了好久不见对呀 Hello Surprise Selina我给你做了一道辣子鸡啊，上次也吃这个菜了。
我今天喜欢吃青菜呀、啊。油过一遍，三勺糖，六勺酱油，八勺来两杯。我今天给我女儿做一道四川的家常菜。我爸，是我妈妈做的。啊，所以其实也就是我妈妈做的是吗？怎么会是姐姐的面？是我姐姐做的，你们怎么这样啊？啊！这家现在你煮的吗？我其实从头到尾看到你辛苦是真辛苦，是很辛苦，但是好笑也是真好笑。你就是孩子和我看到你哭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想笑了。但我知道是挺不容易的，辛苦了，无论如何一定要把它吃完。好，请干了啊。太好吃了，真的是没味道啊。人真的很现实的。不知道 Amber 是不是记得这个味道。在国外的时候就像一家人一样，我们会经常一起聚，然后在宿舍里面我会做饭给大家吃。他做给我过家里的，他平时来难得回来，没事他回来呀，爸爸我要吃回锅肉。每一次跟你打电话，你总说真的特别特别想吃家里的这道油焖大虾，因为你的肠胃不好，所以这些虾反反复复的洗了好几次。他已经有五六年嘛，可能都没有吃过我做的那些东西。就是我一看一闻一吃就是妈妈的味道。谢谢妈妈。这个就是阿宝龟，你小时候陈家嘛最喜欢吃的点心。你们很故意耶。妈妈你很久没有回来了，这东西你一定超怀念的啊。1998年娜娜在成都读书，去北京参赛。对，当时啊饿了吃一点牛肉，再喝一点开水，哎呀，又营养又方便，还是想节约点钱。对对对对对，多么想养只肥来吃哦。嗯，是的，妈妈天天都可以给你做好吃的。妈妈想你了呀，仔仔。哎呀，亚瑟，你不要担心妈妈，妈妈在这里很好的啊。天天妈妈都在看你的节目啊，看你们演的还不错啊，很辛苦啊，姐姐们把你照顾得那么好，妈妈姐就放心了。那个时候你说要上这个节目的时候，对，我是很不给你面子的，说哎，差不多二公就可以回家了，就事实证明我错了。你就一路就这样走过来，那其实也很辛苦，你勇于挑战自己，非常的勇敢，我们都在家里等你，很棒。马上就是尘封之夜了，我们一起期待更棒的曾可妮，加油！加油，王小敏！你加油，你是最棒的，你就是最好的，琳娜，加油！等着你的好消息。孙悦，爱你！享受这个比赛的过程就 OK 了。我们陈家人以你为荣。我们爱记今晚你最美，只有你最美。哎呦，哎呀，这个是我好久没看到我爸妈了，就是特别是好久没有吃我爸爸妈妈做的菜了。回家也时间很短，就可能最多三天就走了。
来长沙参加这个节目，离我家那么近，嗯，但是我没有回去，就算回去也觉得自己做不了什么，也没有时间陪他，有点愧疚，嗯，嗯。其实我爸妈他们也渐渐老了，然后尤其我都会觉得我爸爸也觉得自己身体状况越来越没有那么好，所以我自己就告诉我自己，今年我一定要花时间陪我爸妈。想家，这几天又是我们阿美族的丰年祭，我没有办法参加，但我妈妈跟我说，这也是我的丰年祭，因为有这么多人看到我站在台上，然后完成了自己的唱跳的梦想，所以我很骄傲，我可以来到这里。Every time the show broadcast, and my mom share a lot on her social media. I can read it all. She says like, oh my god, all of my friends come watch my daughter. I'm so proud of my daughter. And I know now she's very happy. And I feel thankful because I have a chance to be here and it changed my life. よかったなって思いますね。諦めないで頑張ってきて本当によかったね。これからも頑張ろう。